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放下分别心，也拆下遐个假名安立的标签，予家己永远自然天真，永远虚心学习，如此才是踏实的修行者。自我的人永远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利益，学佛也是如此。让自己谦虚向下，并且放下自我的概念，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发育。但必须由内心深处真实地了解，在生命轮回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放下自私和分别吧，真是得关心一切众生，千万不能够伤害任何一个如渺的可贵生命。放下身段和自我吧。
面上经常保持微笑，就是供养诸佛菩萨上好的妙方啊。身躯会当得做服务众生的善行，就是实证诸佛菩萨的修行啊。人甲人之间的互动，嘛是帮助咱修行上好的一部分。因为人甲人之间有所互动的时，常常有真侪意见甲摩擦，而咱该如何从中学习，放下自私的情绪，甲自我的执着，就是咱修行中上大的课题。咱爱知影释放家己，唔通让家己绑在感情的锁链，受困在爱恨的夹角之中。咱应该爱学习放下，放下对立，放下暴力，放下嫉妒。完完全全地放下，就会得到一个全然开阔的人生。
好心习惯宽容的态度，不断地使自己放松，搁放松。当咱的心会当习惯放下状态的时，咱的整个身躯也会随之放松。让身心都会当安住伫个放下状态，如此，咱将会当战胜疾病甲惊吓。呼唤就是这么简单，咱只要放下执着，只需要知影开发甲善用就会用的啊。如果内心充斥着贪嗔痴等烦恼，咱就一直为此所苦。如果内心不容易修行，不容易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咱将会感觉到愈来愈有困难，愈会当开发本来的佛性潜能。释迦世尊曾经讲过，
有两种人是伊真正的弟子。第一种人为信求伊，拢不再做恶业，是伊真正的弟子。第二种人虽然有缘做恶做唔对，但伊会当随时改过加忏悔，嘛是伊真正的弟子。试看卖啊，放下偶见，才会当有进步甲突破的空间。菩萨是什么？就是放下自我，承担众生。自我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更是使咱无法度解脱的主因。你放下自我，就是解开上根本的枷锁，超脱对立和烦恼，完全的解脱。放下自我了后，菩萨会更加进一步利益众生。对于菩萨来讲，自他是不可分的一体，因而普生大悲之心。
美的故事。究竟的快乐来自于对自发的放下，无执着，无包袱。就是因为放下，才有得到的果实。无经历过痛苦，安怎会有上帝的幸福？所以无论当下如何艰难，或者修行的过程遐尼啊辛苦，拢应该庆幸会当经历这段过程，因为甜蜜的果实已经离咱无远啊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，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。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：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，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 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 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，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。
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指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。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谨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至于以慈悲为修行要点的佛教，更是大力倡导如素的观念。《梵网经》就提到，一切肉不得食，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去，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，食肉得无量罪，若故食者犯亲垢罪。为保护一切众生，我们首要步骤就是如素，断绝一切伤害生命的可能性，如此方能广积福德，永保安乐。素食主义正在全世界发生，而且是基于一种全新的体认。此种体认即是，下一代最重要的力量来源，将是来自新形态的爱意与怜悯。现代社会提倡素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素食餐厅也如雨后春笋般林立。有人是为了宗教的理由，有人则是为了健康，更有人两者兼顾，一举两得。如果你想要更健康，更有福报，就应该多吃素。吃素就是最好的修行。为推动素食运动，净化社会，请护持救护生命的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电视慈悲爱众生。